Hello，我是 Kai， 今天要来分享《胜利女神妮姬》新手第一天要做的事情。那这款游戏在第二章开始呢，就可以让我们去开启自动战斗了。可是如果你的队伍什么都没升级，其实很快就会卡关了。我们先来主页面大厅右上方这个感叹号，它其实就是领取成就和任务奖励的地方。一开始我是忽略这一个红点，因为呢，它旁边是说通关第二章，以为点不到的，只是一个小提示这样，实际上却是任务的入口来的。在这里领取全部奖励，这样的话才有资源去升级我们的角色。接下来可以开始升级了。我个人呢是平均的去升五位角色了，拿到装备的话也可以及时为你的角色穿上。技能升级方面，我是优先选择了主力输出 SSR 的角色，因为一开始他所需的这个升级材料拿到的数量并不多。通关第二章第六关之后，商店将会解锁。这是我普通商店第一天卖的东西，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，我不太确定。在这里，第一个是免费的，其余的呢，我是买了这个 40% 折扣的战斗数据集。而这个装备虽然有折扣，不过我没有买，毕竟，钱呢暂时也不多。这种普通的装备，目前副本之中是可以达到的。第二章完全通关后，将会解锁新区域前哨基地。在这里点击右下方，会有一个叫做防御前哨基地的东西，它会随着时间累积一些奖励给我们，类似放置的玩法。不过这个时间呢，最多是12个小时。像我现在10个小时已经是差不多要满了，所以尽量每次登录都来获得这一个奖励了。右边这一个呢，则是让我们可以快速的领取到120分钟的奖励，每日首次是免费的。当我们不断通关主线推图呢，这一个基地就会逐渐提升，普通的困难关卡皆会累积，支线就没有计算在内了，所以尽量推主线对这里也有帮助了。接下来是中间最下方这一个派遣公告栏玩法，每日会自动重置一次，所以在重置之前呢，我们就要进行派遣了。相信一天总共是两次了，而且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只要你记得点一点，过了一段时间就能拿到奖励。前哨基地解锁后，也多了一个叫做咨询的玩法。在妮姬这边查看每位角色的花絮，也就是他们个人的故事，第一次看完之后是可以拿到奖励的，每集有50珠宝，角色多的话，相信总共可以拿到的应该也不少了。除了查看花絮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送礼或者咨询，咨询的次数每日3次，每个角色只限一次，所以就用完它可以升级他们的好感度。好友系统尽量第一天就去加好友了，它的上限是30个位置，只是目前呢，官方的推荐好友列表好像有些问题，大部分人呢你都是加不到的，他会写无法再接受邀请，而且刷新了好几次，这些人的名呢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，我想是 bug 吧，要等官方去修复，所以目前呢，只能尽量去点每一个，当中有些是没满的，所以他们是可以收到你的邀请。尽量加满，尽量赠送跟领取这个社交点数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可以用来友情抽卡。大厅方舟里面的模拟室，
这一个玩法呢，也是一层一层这样，中途就是要我们去选择一些争议效果，也就是所谓的 roguelike 肉鸽玩法。里面部分战斗是可以跳过，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，我们才要进去打将。刚开始的难度一里面有 ABC， 虽然要全部通关呢是会花点时间，不过因为这个玩法它每日会重置，所以我个人也是觉得你尽量去完成它会比较好了。再来是方舟里面的无限之塔，这一个名字已经告诉你它是爬塔来的。第一天的每日任务是需要我们去爬一层就够了，所以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，就可以继续的打下去，看一下能通关到第几层这样。完成每日任务，如果你和我一样当天已经通关到第三章第五关，相信这一个是可以拿到100分的。它里面也是一些日常的东西了，像刚才我们讲的咨询、赠送好友友情、抽卡。完成每日任务后，基本上当天至少要做的东西都已经做完了，接下来有时间的话就继续去做剩下的，像是支线任务。查看尼基的讯息，看完后呢是可以拿到好感度的，这样的话你的 rank 也会快一点升级了。像我的红莲现在已经是两等了，能力值是有追加的。此游戏的公会系统联盟目前好像没有特定的副本和活动，当然大家还是可以先创建一个，又或者加入其他人的联盟。最后来说一说，目前呢我们会拿到一些道具，它上面会写两个小时几个小时这样的，像这一个是 CED Key 那里换来的，这个是不是代表两个小时之后呢这一个道具就会不见掉。如果大家背包有这些类似的道具呢，都可以尽快开掉它了，因为它们都是一些经验值又或者是金币的东西，就只是怕它是一个现实的道具，所以看到了就开掉它吧。今天分享先到这里，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继续说说攻略方面的东西了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